主料荞麦面一扎，牛肉250克，辅料芝麻油、盐、胡椒粉、鸡精、生菜、葱花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牛肉切薄片提前腌好备用。汤锅里注入适量清水，大火煮沸，将荞麦面放入，煮约2-3分钟软为止。把生菜加入略煮片刻，然后把腌好的牛肉加入，大火煮至牛肉变色，调入少许盐、胡椒粉、鸡精、芝麻油，放入葱花即可熄火。烹饪技巧，如果喜欢吃比较剩的生菜的话，可后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